你早，早上的9:06。那么记者现在到达了基隆车站。你看看，现在是自强号啊，开回潮州方面的啊。那么坐区间车大概约50分钟啊，约50分钟啊，坐计程区间车。那么那个基隆车站也是蛮危险的，有一段路比较窄，所以说你头脑不清醒的，你不能来这边，哗一下就跌到路上啊！你看没有，这是基隆车站，新的基隆车站美轮伟奂啊，新的基隆车站美轮伟奂啊。那长站电梯是在那边啊，基隆港口是在左边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基隆港口是在基隆港口就是在左边。那边好像是基隆文化中心，基隆市政府啊，基隆港口就在左边啊，美轮美奂的啊。那我们等会再继续报道。